看到自己很帅哎。好，今天我要来整理美他力佛细身翅，非常帅气的一种国外的锹形虫，它的牙非常的长哦，等下大家就会看到牙比身体还要长，都是非常大型的个体。那我今天呢，大概有十几只，现在就开始开挖。哎，这边这个勇士，然后这个是蛹的皮，代表它已经羽化了。我看在这里，没有。是非常帅气，很长，牙非常的长哦，是这一种锹形虫的特色。牙比它的身体还要长，很难想象它在野外是怎么走路的。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美他力佛细绳刺。看一下有多大只，哎，这只是85，第一只。好，第二只美他力佛，这边是他的勇士，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羽化了。OK，在这里，那现在反过来。这只也顺利的羽化了，非常漂亮，身上还有一点点紫光，紫色的色泽。这只是83mm，把它收起来。继续，是在这里，被羽化了。这只是83，也是83，不错，漂亮。OK，下一只哦，这只在上面，这只也已经羽化了，把它拿出来。哦，也是非常漂亮，美他力佛。很有特色的国外的锹形虫，大小是哦，将近84这一只，这将近84，OK，收起来，继续这一只，哦，这只没有看到勇士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哇，这个没有石痕啊，完蛋啦！哇，这只死掉了，QQ。哎，下一只，这个勇士在这里，OK，羽化喽。成功羽化，量一下尺寸。
八三，装起来。下一只，哦，这只永昼在图表，这里，哎，已经在图表，把它开一个天窗，OK，羽化的美它。是82。再来，这只也是坐在图表的部分。这个它把墓穴推到这边来做勇士，这边会比较坚固。把它挖出来。这只也羽化得很漂亮。看一下有多大呢？哦，这次将近85，84.5左右。先装起来。好，这只也羽化了，勇士坐在这里，然后幼虫去咬盒子，这个盒子被它咬爆了，开挖。就直接倒出来。哦，羽化了，这只也很漂亮。这只颜色就比较没有紫色，刚刚有一些颜色还蛮紫的。哦，这只也差不多，几乎一模一样，84.5左右。嗯，差不多，漂亮哦。啊，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是哪尼？哦，在这里。这个墓穴朽化得很厉害哦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做勇士，就没有再做更换。那这只也平淡的羽化了。看一下你有多大，小一点点。82。接近83，都是超过8公分的美它，非常帅哦。OK，这就是目前羽化的美它，然后未来如果还有羽化呢，再来跟大家分享。现在我把墓穴倒掉，给大家看一下大合照。好。就是今天挖的美他利佛，我还蛮喜欢养的一种锹形虫，因为养起来真的非常帅。这种虫这个非常有特色，国外虫里面相当有特色的一种啊。把它抓上手看看，看能抓几只。好，就抓4只吧，非常帅啊！牙齿非常长的锹形虫，美他利佛细身刺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